辉，1970年8月16日出生于哈尔滨，中国影视男演员。199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。1997年凭借话剧《全是北京人》获文化部优秀表演奖。1999年出演首部电影《我的父亲母亲》，开始正式进入电影圈。孙红雷是《极限挑战》里的阎王，而且还是中国内地非常的优秀的男演员。从和章子怡合作《我的父亲母亲》到《潜伏》里的好先生，精湛的演技不仅收获了众多女粉丝，还征服了中年大妈团。孙红雷这几年发展的不错，在节目中的搞怪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欢乐。事实上，孙红雷和林志玲两人在很久之前就认识了，私下他们还是好朋友。在一次节目中，孙红雷强吻林志玲，林十分配合他的动作，两人的亲密动作让台下的观众特别兴奋，但是谁注意到他的右手了？自始至终，右手都没有离开过他的腰部。看得出来，我们的阎王就是担心林志玲滑倒，或者是不小心摔倒。从这一点，也可以看得出来孙红雷的人品。